刚才我遇到了一个蹬脚踏车的小哥，然后想搭我一程，我一看收费的，我就没用他帮。但是他很好心，给我指了道，然后后来我用我的这个地图啊，就手机导航导了一下，哎，他没骗我啊，非常正确给的。但是这条道很长啊，他跟我说这是叫 Long Long Street。然后我当时走的时候呢，我以为他是为了让我去搭他那个车，然后特意说的是 Long Long Street。但是后来我查了一下，确实是一个 Long Long Street， 也就是说，哎，德国人我从他这点身上反正看出来还蛮不错啊。当然别的人可能不一样，就是对他的印象还蛮。到处都是这个广告啊 ，Mueller， 这个可能是个政治人物。这条道我似曾相识啊，好像是我是早晨的时候从那边走过来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早晨的时候便是从这边走过来的，但是我当时走的是那边那条道，今天我又从这条道走回来了。